歌，希望以后也有人看了我的电影。哎，可以说说彭昱畅，哎，真的演的还不错，就是这个是挺还是很期望的事情。嗯，大哥，我真不是有钱，100万我真没有。我想回家。出一缕哎，我不要钱，我要回家。你纵身跃入酒杯，梦从此溺亡。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，快将尘埃打落，别将你眼目弄脏。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，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。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。你醒过来吗？不要留。往日记起来怎能。我在北京住在地下室，每天的饭钱不超过20块钱。想起来终于明白，人生最艰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，一点滴暗边吹的羊，你白色衣裳，只是发间的雨向来让我一笑，快将尘埃掸落，别将你眼眸弄酸，或许把谈笑中我问你知道什么是阳气吗？阳气中国与钢琴同作，而我在1919年德国，和杨千到今天呢，已经在中国跟着400多年了。400，你别这么瞧不起他。需要时间慢慢调养。